耳朵不说谎，声音有力量。企鹅 FM 的耳朵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维里安。这是我在企鹅 FM 的独家音乐电台维里安电台，在这里我做主播，分享我的音乐给你们听哦。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，因为爱大概是我高中时期的创作，很奇妙。所以像刚刚讲，如果再见是对过去的自己硬戳，那因为爱就是更久远以前，那个时候的单纯跟青涩，都被记录在这首歌里面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爱情的想象跟憧憬，都是写在里面。我常常说，现在的我写不出来这首歌，那也确实，这就是创作的魅力所在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当下的自己的记录。所以现在回去听，会觉得过去的自己当然很傻很天真，但是又有一种青涩的魅力在那边。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听众都很喜欢这种歌曲吧。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